肉米来喽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乡村支书刘百八，买了条人工腌制的带腿和肉饼，看过别人吃，一直想尝尝什么味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吃到了，我们做铁锅炖河鱼开整。鸭子买的时候已经处理好了，现在我们再给它清洗一下。看它这大腿肉肉的，吃起来一定不错。 给鸽子喂改改刀，两面错开都改一下，腿上也改两刀，切点葱姜，倒上料酒。 给它抓点猪葱姜汁，抓好的葱姜汁倒上，再来点胡椒粉，把这改刀锋利都给它抹到了。好了，涂抹均匀，给它腌制一会。 现在调个料汁，先来些黄豆酱、蚝油、十三香、盐、酱油、老抽、黄酒，都给它搅化了。准备点配菜，再下点青红椒。 碗里准备点辣椒、花椒，用温水泡一下。下几片五花肉，锅中多来点菜籽油，放入五花肉，煸炒一下。油脂煸出来，放入葱姜蒜，倒入泡好的花椒、辣椒，给它煸出香味。调好的酱料倒进去。 煮小火，把酱料炸香，酱料炸香，倒入一瓶啤酒，倒入开水，腌好的鸭子尾放进去，火加旺，炖鳄鱼。朋友们，看一下，我们这西瓜都长这么大了。 今天我们给它把茶打一下，把茶打掉，西瓜能长得更大。看，西瓜都结实了，把这黑盐打掉。鸭子炖的差不多了，放上青红辣椒，盖上盖子，再焖一会。 好嘞，鳄鱼出锅喽！哦，汤汁淋上，就倒上。来来来，今天给你们蒸了个硬货。哦，哎呦，来来来来，这家伙，这家伙可怕呀！你们没有吃过，我也没吃过，没吃过。来来来，啃一条，亲。 这肉质好得很。
这肉吃起来有点像鸡肉。嗯，这皮吃起来像那个甲鱼那个唇边。哦，就是的，这个腿子真的那个感觉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嗯，好味的，来一块皮，品一下。嗯，真好吃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干一个，边吃边干一个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家伙看上去好恐惧，吃起来好香。嗯，哎呀，好可怕呀！这肉质看起可怕，吃起来可好吃了。我把这个鳄鱼的手给吃掉。这还是叫吃着筋道。来，我吃个鳄鱼的尾巴。这个肉可多了，两块就把人都吃饱了。嗯，这个鳄鱼皮哦，真的好吃。它这个皮也厚的。鳄鱼皮哦，真的好吃，肉皮带结实，吃起来好吃啊、哦！嗯，两大口就把人都吃饱了，哎、呀！肉太多了，就是像甲鱼的唇边，这皮好筋道。来，我吃个绿菜。师叔，我们再喝一杯。再喝一杯。来，哎呦，吃的美的，喝的美的。这不同的部位啊，它有不同的味道了。就是的，这尾巴感觉好像是鱼肉一样。哎呀，吃起来，胶原蛋白把人的手都粘住了。
天这个鳄鱼哦，真吃美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再煮一个。来，吃不了就再煮一个。干掉，干掉。